闯了进来，还大骂小雅竟然管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了。最后小杰澄清是自己隐瞒了母亲。当然在场的老黑也非常尴尬，他提醒小雅不要管别人的孩子，对小雅感慨地说 I used to pray that someone would come and pay for it。结束这段录像，回过神的强哥注意到了梅姨。奇怪的是，他正在查看小雅的。我在实时的记录今天的事情。老婆，看着镜头，打个招呼。强哥想请他帮个忙，就是能不能打开被封死的教堂。梅姨没说话，直接离开了现场。那边，小芳通过镜神找到了小雅。楼下还在做核酸。小芳询问了一些关于是但是他遗憾的表示，自己并没有找到母亲，而对于那场火灾，他也不太记得了，只是烧伤醒来后就躺在了医院，还被他们列为了无名氏。如今他只想重新开始生活。提及公寓里的住户，小雅也是完全不记得。最后小芳放了一段音乐给他听，没想这段刻骨的音乐，小雅同样没感觉，给人一种感觉，似乎眼前的小雅并不是真正的小雅。